是小妮，灯是不是有点太亮？好，赶紧去！别说了，那么多人都进去了。我这儿也一个，也是啥呀？猫耳朵。猫眼。黑马隆冬的，看不清。这儿有个小海葵。这个海葵有点意思了，我操。哪个呀？这儿。我来了。雷峰小雨，啊，这个大了。我也发现了一个。这还有个蚬子，又一个。哎呀，拉仇恨呢你。那没办法。走。水退的实在没办法，就直接下手摸吧。哎呀，吃了这么大嘎。好嘞。这是嘚瑟的两门大将。哎呀妈呀。哎呀，这有个猫耳朵，绝对是。我说啥？这么大。哎呀，就这个嘛，就拿不下了，尴尬不尴尬？怎么都拿不下，我也是服了。哟，哎呀，着急也不行呀。水太浑了。你再看看，这边水太浑了，往边走。总归是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货，不小的一个毛毛螺，回家好好得吐吐沙。钻的这个痕迹是个蚬子，这个货估计也就大了。哎，你俩先去边上，我把它挖出来再说。哎，吃了个嘎，好，我也觉得也是，而且这个蚬子特别大。人家潮太大，主要是潮太大。就在都从那边冲出来了，哎，那好。前面。哇，水太深了，对。上来立马缩水，水太深了，这个可清晰了，看这个痕迹。来吧。再给大家看个东西啊，看这个啥，海葵，咱今天不挖它，这个痕迹铁定有货了，不在这边就在那边，这边，看它这个痕迹，看这个，这个在这儿，这个痕迹，看，哎呦。天哪，看这个，这是嘛情况？哎，笑死我了。对，这是室友，我发现啊，这个不好。我不用羡慕你，你前面的被我给截胡了都。这应该是一个，在这，哎，说，这他吃了个嘎，对，哥紧急求助，发光了啊！这又发现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这儿也是，我这发现两个，我也要，还有个蚬子，吓我一跳。我觉得这，哎，这不应该是吧？不是，就要找痕迹，确实是。哎呀，你那儿有吗？有，两个来。来，看我这呢，这一个啊，看见。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哪儿呢？开门。这个吗？我是一个乱摸。我是瞎看。来看这个。哎，在这儿，是个蚬子吗？看没？看没？这个那小虾太多了。确实。
哎，这儿还是一个，我又照见了一个。确实得斜着灯打。哇，哥，大海葵，啊、超大，超大，超大。啊，你过来看，我看，你来看了你就知道，特别和小孩胳膊一样粗。我靠，这一个有两斤。真有个海葵。是啊，哇，今天大潮，收获不少，大家好像都收获满满。你看后边这人还在走，知足者常乐，回家。嗯。